再难找到啤酒屋也难不住好游客。欢迎你们收看新一期的文哥探店。今天在青岛的老台东南山这边给你们找了一个接近30年的十家铁板鱿鱼。以前这块呢全是南山这个夜市，现在全搬了，所有的小吃摊好吃的东西都搬没了，但只保留下了这么一家。鱿鱼多少钱这个？现在还15哈，先来俩吧。鱿鱼子是吧？对，来一份吧。这个多少钱呀？5块钱哈。现在这个夜市没有了，就你们家一家保留下来了哈，都没有了。你们这里面还这里面还有地方呀。你们开门太早，你光下午开门。这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菜呀。再点点菜吃吧。这个多少钱一扎呀？这个15一扎哈，给我来个杯子吧。我先哈一口啊，清清嗓子，再给你们点评点评它大鱿鱼。十家铁板大鱿鱼。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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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ery good， 新鲜鱿鱼拿上这个大铁盘子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鱿鱼的那种鲜和糊，再加上它的酱料弹牙。现在表演的是辣的，15块钱辣的鱿鱼，铁板鱿鱼。辣的好吃，就你这种味道，让你体会出那种那种时间、那种历史、那种沉淀。这个车子多少年了？20年了。我觉得这个车子嘛，这个大铁车子真是给人家种几套房子了。这个旁边吧，就是南山海鲜市场，就在上面那个路口。买了海鲜以后，呱走到这儿，然后他给你海鲜上里面加工一下子，再弄他点这个串儿。这个鱿鱼子，5块钱。好吃吧？说你牙上露不出缝来吧，是跟你这个吃法有关系了。鱿鱼这个吧，是个很大很大的一块蛋白质，它唯一的鲜劲儿还有腥气儿啊，海洋，你说海里的东西蛋白质都在这个鱿鱼子里当中。用这个铁板一扁它，然后再抹上点酱料，很好吃。5块钱还不贵，那么大。这个铁板料理的原理是什么呢？不存油。对。飞完了油马上换新油。对。不好的油垮一边去了。对。搞一个下酒菜。这多少钱是吧？15。12块钱下酒菜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哈一口，咱回家搂脖也奔奔了。来，忆往事，忆青春。敬往事，敬明天。